Welcome to this episode of Fly with Lily podcast. 欢迎来到自己的学英语环游世界。我是你最最喜欢的主播 Lily。那今天呢是8月1号，然后我已经在这个巴厘岛已经有1个月的时间了。那一开始呢，我是先到了乌布，然后跟我的朋友会面，然后度过了一个礼拜非常棒的假期吧。我们也去了好几个地方。然后，1个礼拜之后，我就启程到我的这个志工地点。那我是这次选择就是比较偏向远离一些就是游客聚集的地方。然后我到了这个塔巴纳这边的一个省，然后的小村落。那我一开始是到了这个一个村落的榴莲田里面做这个志工，大概5天的时间。现在我人是离海边比较近的地方，叫 Balayan Beach 这边的一个艺术中心做志工。然后这一段时间呢，其实真的经历过非常多美丽的事情。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就是这个另外一个月新的开始。老实说，我昨天呢半夜的时候，大概4点的时候，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发现我心中有一个忧虑。但是我觉得这种忧虑也是一个很好的信息，就像我们一直在做的自我觉察的挑战。那我就失眠了1回，然后我可以说，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些忧虑的时候，你就去检视一下，那造成这个忧虑的感觉的，担忧的感觉的这个想法到底是什么？那你去追溯之后，你就可以知道说，那你可以去改变你的看事情的角度跟观点。比如说，那都会可能会牵扯到一个这个想法背后的信念，但是信念通常很难察觉，但是你可以改变这个看事物的一个观点跟眼镜。所以我今天早上呢也稍微平复一点，特别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就是志工，他是星座专家，来自这个委内瑞拉。然后呢，他今天早上还给我抽了一张塔罗牌，然后刚好就是这张塔罗牌上面的解释呢，也可以抚慰我的心情，就是告诉我说，我才正要开始而已，所以不要放弃。特别是我看到这个 "Don't give up"，让我就是心情又稍微稳定一下。就是我不需要放弃的那么快，因为我昨天的那个担忧的念头，就是我真的想要放弃，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一个决定？然后当然就是他，我的旅程有好的，当然也会有不好的一面。那我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我可以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安在，甚至在自己家也可以安在。如果你有听到我过去6个月在台湾的一个经历的话，你应该知道说，那个时候我当下就是觉得说，我不需要到哪一个地方才能快乐啊！我甚至在自己家里也在做最重要的疗愈工作。我在自己的家里也可以安在的时候，那我去哪里，那个快乐就不会让我觉得它是一种逃避了。所以呢，这个想要跟大家分享，或许你也在经历类似的事情。然后呢，每每看到有人正在旅行啊，或者是正在做他们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心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可能会有一种嫉妒啊，或者羡慕啊，或者是觉得说很想像他们一样。但是今天你可能会觉得我有什么什么事情不能去做这些事情，或者是你甚至不知道说下一步要怎么做。那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说可以了解，其实快乐幸福是我们本身就具有的权利，它是一种就是内在的东西。就是说，每个人都拥有啊，那我们不需要就是靠外在的这个东西呢，来去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所以呢，其实要知道，这个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快乐丰盛我们本来就有，那不一定一定要外在的什么样子的东西刺激，才会让我们变得更快乐。当你有那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呢，其实你会发现那些外在的快乐，它都是非常短暂的。好的，所以呢，这个是跟我们的今天的自我察觉有关，所以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目前的旅行心情跟经历。那今天的格言是 "Only through self-awareness can one achieve true success."，只有自我觉察才能达到真正的成功。我们到现在已经分享了25句的
这个格言，今天是第26天，就是跟自我觉察。这些名人今天的这个名人是 George Washington，他讲了这一句话，他也认识到就是自我觉察。那自我觉察就是一个你可以知道你对事物的反应，因为只有你知道你对事物的反应，你才有能更好的知道自己的定位在哪边，才可以有办法呢，就是在你的想要达到成功的那个。当然是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同，去做一个更好自己的定位，或者是去做一个更好的改善。好的，那 only through self-awareness，这个 only 就是只有，through 就是透过，self-awareness 就是自我觉察，can 就是能够，one 就是指 people，这个 one 在这边不当一个来说，而是当人。Can one achieve 就是达成。True success，true 就是真正的 success 就是成功。好的，only through self-awareness can one achieve true success。好的，来到我们 day 26，自我觉察的挑战。虽然我写察觉，但是我发现每一集节目我都喜欢说觉察。我更喜欢觉察这个字啦，就是不好意思，我已经没有办法去改这个内容了。How do I respond to bad and inconvenient news？How do I respond？就是我们刚才说，自我觉察就是去观察自己对事物的反应，而且就是要诚实，而不是说别人说的那种。How do I respond？就是说我是怎么样子去回应 to bad and inconvenient news？我们常常会说这个only bad news，就是说 in the media only bad news，就是说在媒体界的，在新闻界里面呢，其实都只有报道坏的新闻 bad news。我自己本身就是新闻系毕业的，我在新闻系4年的学习，我就深深的发现，好像好的新闻或者是比较正面的新闻是大家不太喜欢去，也不太喜欢，就比较少被报道出来的。所以呢，这个bad and inconvenient news 就是特别是对自己不利的这个 inconvenient，通常我们会就是翻译成。不方便、不便，那这个照这个整个语义来说呢，我会觉得不利的更适合。比如说，你想要去旅行，发现现在疫情又开始盛起，然后你想要去投资，发现现在的这个整个市场，房地产市场也好，经济市场都比较萧条，所以这些都是对你不利的。You can say that's inconvenient。inconvenient news，所以 inconvenient 它也有这样子的解释，就是对你来说是很不方便的，就是可能是需要转念一下，或者需要做一些调整才能就是更好的。How do I respond to bad and inconvenient news？好，这边呢就是来讲到我的回答。那我对这个 bad and inconvenient news，我就是有了比较长的反省，因为对我就是我要在旅行上面，或者是说我在就是一边旅行一边工作，在建立我自己的事业也好。Usually, I'm quite indifferent because news often focuses on negative events rather than positive ones. For instance, with issues like various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wars, I believe the chances of them affecting me are very small. If they do happen, I think they are there to teach me something。好的，这一段呢，就是说，usually 通常呢，如果我听到这样子坏的新闻或者是不利的新闻，比如说像我刚才举例的，I'm quite indifferent。其实通常我都是比较冷漠，这个是我真实的反应。因为就是像我是新闻系毕业的，我就很了解这个新闻的生态。Often focuses on negative events，他们都只关注在就是非常负面的事件，rather than positive ones，就是说呢，不是就是报道一些正面的事件，比如说像我最近跟我朋友讨论的，他们也是环游世界独自一人的这样子的女性 solo female traveler，他们就会说。就是我们会讨论说，哎，某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很危险，或者某个地方你会有觉得很不安的感觉？他说，当然就是说，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几乎很少，或者是甚至没有。
大家有没有很惊讶？说从来没有遇到坏事情的，或者是说，很安全，甚至在那个地方玩得很快乐，几乎没有，就是不安或者是坏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当然不能说这件事情没有，但是他们给我提出的一个观点，就是有两三个人这样跟我讨论，他就说，因为现在新闻都只报坏事情啊，他们怎么没有说，比如说像泰国这个地方，他们可能有这样子的犯罪的事件，可能有10件，好了，为什么没有讲到，就是有几百万的游客，他们平安的在泰国旅行，得到了美好的回忆，然后平安的回到家，减掉那10件，还是有几百万的游客，对吧？但是呢，新闻报道只有报道那10件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世界，the world is very dangerous。所以，就像在台湾生活的我，从小到大，常会听到台湾有黑枪事件、黑道，但是我从来没有在路上看到，就是有人互相枪杀，或者是很恐怖的这种事件。当然，我相信他们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呢，不是每个人都会经历。OK，好。For instance，这个就是 for example 的另外一种说法。For instance with issues，就是像这种议题啊，像这种报道事件，like various infectious，就是有不同的。现在你会看到有不同的，就是会那种传染的 infectious，就是传染的 diseases，就是疾病，有很多种不同的疾病，所以 disease 加上 s，它的发音是 diseases and wars，就是我们也会看到非常多的战争正在发生。I believe the chances of them，I believe 是说我相信 chances of them，就是说他们的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Affecting me 就是影响我的机会，are very small 就是非常小。可能我有这样子的自信，因为我就是觉得那是小事小众。If they do happen，当然我有想到最坏的状况，就是 if they do happen，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发生的话，I think they are there to teach me something。就是我有一个信念，也是觉得，就是 things happen。我 mean 就是说，事情是为了我的自我成长发生的。It's not happening to me，而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因为我很不幸，所以才发生我身上。而是我就觉得说，有一个这样的信念，其实也让我觉得在生活中比较安全，然后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就是我觉得事件是为了我发生，things are happening for me。So if they do happen, I think they are there to teach me something，就是在教我一些事情。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它还有第二部分，就是我希望的。通常就是比较无感，无感我就是用这个indifference，difference 是不同，但是它加了 in 会变成冷漠无感。因为呢，对于新闻呢，就是总是报喜报忧不报喜这件事情。我已经看得很透了，例如像现在各种传染病啊、战争的问题，我认为发生在我身上几率实在太小，因为我有自己有一个 I have the sense of security，我自己有安全的意识啊，但不是说特别的危险的地方，我因为想要冒险，我特别冲去，或者是想要报道什么事情，做我的 podcast，我特别会冲去危险的地方，我不会。好的，所以呢，我认为发生在我几率上面也太小了，所以如果发生了，也是教我一些事情。就像我刚才说，我有一个这样的信念，我觉得事情是为我发生的。好，接下来就是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就是我也发现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大家都在讨论、都在忧虑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比较敏感，感觉到这些感觉，就是 I could feel depressed，就像那个时候 COVID-19 这个疫情。发生的几个月后，发现这不是只有几个月的事情的时候，我那时候也觉得挺忧虑的。I could feel depressed sometimes when I take the news to heart. But it is usually brief. I tend to view things more normally. I tend to view things more normally, believing that people create their own destiny. For a better response, I hope to take more proactive actions. For example, becoming healthier,
advocating for love and peace, actively managing finances and making money。哦，所以呢，我看到这些事件呢，其实我有这个更希望可以做的感受，是因为呢，I could feel depressed sometimes when I take the news to heart。当我很严肃的对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一点点 depressed，就是有点消沉，也可以说很忧郁。哦，就是说我可能会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but it is usually brief。通常可能严重的话一个礼拜，然后不然就是几个小时，几天这样子，不会超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I tend to view things more normally，就是说我试着就是平常的看待这个 tend to 就是倾向，view 就是看待 things，就是事件 more normally 就是很。正常很平常的看待，因为呢，我有另外一个信念，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帮助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是 believing that people create their own destiny。我会相信呢，这个人是创造他自己命运的人。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力量。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采取不同的行动的时候，其实会发生不同的结果。Believing that people create their own destiny. Create 就是创造，their own 就是他们自己的 destiny 就是命运。For a better response，其实呢，我希望下一次我有更好的机会去经历这些事件的时候呢，我希望就是在从今以后，I hope to take more proactive actions。与其去就是去生气啊、焦虑啊、担忧这些事情。我希望我可以就是采取不同的行动，比如说更积极的行动，而是我现在可能做的稍微还不太够的，比如说 becoming healthier，我可以透过锻炼、心智上面的训练，打坐、冥想，去锻炼我自己的心智，观察我自己的思想，然后在吃的方面就是吃更好的食物 healthy food，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健康 becoming healthier。这个 healthy 去掉 y 加上 ier 就变成更健康。当然，我现在已经非常健康，but I could become healthier to prevent those news to affect me。就是我可以去防止这些新闻呢，这些不利的消息呢，去影响到我。Number two is that advocating for love and peace。就是说我可以去倡导啊，去倡导更多的。虽然大家都就是看到这些坏新闻，但是一定也有很多人是做这样子的事情。Advocate 就是去倡导，去说。For love and peace，就是爱与和平啊。我觉得我也越来越嬉皮了。And actively managing finances and making money，就是说这个也是我希望我可以采取，因为我觉得我过去做得非常不好，做得非常不好，真的，我真的很多钱都花在就是想要去旅行、想要去环游世界这个梦想上面。但是我也相信它是很好的投资，但是我。其实我还希望我可以更积极的做这样的事情，就是 actively 就是很积极的 managing finances，就是去积极的管理我的财务 and making money，还有就是去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是我做的稍微差一点的，对啊，但是我现在有这个自我觉察，我觉得还不算太晚。好的，所以呢，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些。大家可以就是参考一下，有好的可以记录下来，然后主要是先诚实的面对自己。现在对于这些 bad news 坏的新闻，or inconvenient news 不利的新闻，对你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你到底是现在是怎么样去对待它？你有没有一个更期待的看法？好的，所以呢，就讲到这边，我觉得也挺好的。今天是这个月初，月初的话，我们都可以去。set the intention 就是去设定一个你想要对这个月有的一个想法，也想要做的积极的行动。那如果说你想要参加我最近开营的迷你退休体验营，想要申请这30分钟的免费咨询通话，我们就是今年这个只有开到第二次而已，所以呢，现在就是这个免费的咨询通话，一直到8月5号，你都可以去预定。如果你不太会使用我的网站的话，欢迎你直接写信给我，预约一个30分钟的免费咨询通话。如果你也想要去创造一个就是更自由的生活，停止过去所有的焦虑，那我有一些方法，
可能不是在15分钟的播客里面可以教给你，或者是在几千集的播客，你必须要听完几千集的播客才能知道的，就是在6周内呢会浓缩，用这个学习外语，建立自己热爱的事业，还有透过旅行的方式来做迷你退休。迷你退休就是你不需要等到退休才能做喜欢的事情。好，这个免费咨询通话呢，30分钟的时间，帮助你看到你接下来可以采取的行动，写信到 boss@flywithlily.com，记得标题给我 Fly with Lily，我会回信告诉你我最新最快可以预约的时间，好吗？希望你们都有一个非常棒的一天，Have a wonderful day, everyone. I'll see you soon.